我一个好端端的人，就把警察无警察警察关在这里，无聊啊无聊啊！苏群区派出所警察无缘无故的把我关到这里，啊！这种地方是正常人待的地方吗？警察是这样，无缘无故的关注我们，我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他平白无故没一辆证件的情况下带着我在这里苏县区白鹿潭镇卫生院？我要控告他们侵犯人权，我要控告他们违反了人的道德伦理。他们是这样的人，还是警察吗？